《龍決》第一場重頭戲，勝出者嘅係金志斌。 好勁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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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持到最後呢一拳，呢啲就係 Fire Fierce Fight 嘅精神。好啦，我哋初賽嘅賽事咧，暫時就告一段落啦。再次同大家介紹進入決賽嘅兩位參賽者，佢哋分別就係金志斌，俾掌聲。跟住有請 Lars Day。更加精彩、更加殘酷嘅決賽，好快就會同大家見面。OK， see you next round。飛唔飛馬先？Thank you。我哋喺羅基女朋友身上試咗好多方法，發現佢根本就唔知系統嘅事。而家羅基死咗，佢女朋友唔知情，所有線索都斷曬，個監控系統睇嚟。都未必揾得翻，不過又咁講，既然大家揾唔到嘅，即係冇事就出去咯，都係算好事。咁我要記啊！你肯定入邊個 B B 就係我。我哋用你講嘅方法去篩選，喺1991年10月到12月份嘅入境記錄裏邊，我哋查咗嗰啲手抱住 B B 過關嘅香港旅客嘅下落。咁喺幾多號揾到我？喺10月30日。有一個香港籍男子抱住個 B B， 帶埋瑞嶺嘅細路入境英國。你哋揾唔到個 B B 嘅下落，所以假定嗰個就係我。咁個大人同埋另外嗰個細路嘅資料，你哋揾唔到。佢係用假嘅旅遊證件帶你同個細路入境，所以冇曬線索。真係冇曬其他辦法查落去。揾到呢段片都算係奇蹟㗎啦。Leo， 你從來都獨來獨往。找回親人對你來說真的這麼重要？
我知人海茫茫，要揾翻佢哋好难。但我有感应，我觉得佢哋都喺度揾紧我。有咩幫到你啊？我想揾個地方練拳，我之前買開，唔使教練。因為唔同時段唔同收費嘅喎，你隨便睇下先。唔使啦，我常玩嘅。Locker同更衣室喺嗰邊。啊，要點稱呼？Leo。轉頭俾翻張收據你。隐形战队现已热播中，想睇更多嘅精华片段，就记得 subscribe 呢个 channel 啦。